近年来，婚纱摄影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服务新形态越来越多，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拒绝千篇一律影楼风格的旅拍脱颖而出。面对如此大好形势，唯一旅拍将如何抓住这个契机呢？搜狗研究发现，旅拍市场中婚后人群的需求占比达到76%，同时女性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居于决策主导位置。因此2018年，唯一视觉携手搜狗另辟蹊径，强势开拓婚后旅拍市场，打造极具话题性的品牌爱情营销三部曲。第一弹，明星同款，通过能引起女性关注兴趣的明星同款，打造话题博取眼球，积极引发潜在用户对明星御用追捧，揭示当红艺人的超高影响力为品牌价值背书。第二弹，爱在旅途，利用全球旅拍圣地唯美大图集中呈现，直击女性用户痛点，小浪漫小野心配合搜狗搜索站内排名置顶呈现，强势曝光品牌形象，完美迎合活动热点。第三弹，爱是唯一，借由搜狗站内资源全程助力，掀起二次高潮，将用户热情再次引燃。唯一视觉通过与搜狗搜索的合作，品牌关注度得到井喷式提升，超110万次的线上互动曝光，在线咨询后成单率高达75%，成就了从单纯的品牌商业合作到一次教科书式的爱情营销的华丽升级。